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前两天。真的啊？那我们一样。你们俩不是发小吗？怎么才在一起啊？其实我们俩不是发小，我们开学的时候才认识的。哎，那为什么之前一直跟我说你们俩是发小？因为他以前喜欢你。真的，他以前画的漫画就是以你为原型的，你是男一号，我是反一号。哦，当然，他现在喜欢我。不是不是，不是是，但是就是我之前是觉得白泽学长特别的优秀啊，然后很崇拜他。那个不是喜欢他不懂。对，我不懂。幸好林洛洛教我怎么跟女生相处之后，我就懂了。我跟夏雨萌一样，我之前也是。只是崇拜沈明熙，后来知道他喜欢夏雨萌之后，我就帮他了解一下男生该怎么跟女生相处。对，其实我们都一样。吃饭吧，我之前吃饭的时候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吃饭的时候别说话。人家生日哎，不说话的话怎么热闹啊？